好，一般逆着它的方向来，把它过去。逆着方向，就鱼翅就会留在上面。对，再把它打成更细，把它倒出来。那现在我要把它盛起来。给我！我们今天带来一刀肉。那我们在切的过程当中呢，保持在每一件都。今天晚上8点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吃在。